小姐姐，是这样的，我不要你的微信，我就想跟你说，你屁股上面有个东西，我有强迫症，我看得很不舒服，真的有个东西。看半天了。对对对，我也看了半天了，你屁股。照个相，你就知道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啊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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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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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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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这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啊。哎。没事，你把我当父亲，好吧？对他可以，你可以把他当做是你爸爸。我今年四十岁，啊，对，当父亲。一个这么老的人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想法的，你放心。请你喝个奶茶，也未必，未必，未必啊！我也觉得。不用啊。不用吗？干嘛去？这么着急吗？对啊。啊，那后面就把他回家，回家呀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回家。你家是不是就在前面？我可以送你回去啊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你不用怕，我们化身为护花使者。你不用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在直播，我们在做一个活动，就是街头正能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，我帮你完成了。你比如说你在买一个奶茶，我帮你买单。你比如说你在买一个手镯、一个金链子、金吊坠什么的，我帮你买单。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吧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可以帮你解决，这种感觉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活动。放心，小姐姐，我们直播间里上百万人在看着呢，不可能是个坏人。我们都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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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一支穿云箭啊，来一起扣波一来，一支穿云箭一起出来扣波一，兄弟们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真的，你看一下，小姐姐，你真的，你看，你看，别杀我，好可怕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吧，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你再看一下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可能会是坏人呢？对不对？也不可能这么多都是坏人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小姐？你多大了？我啊，今年21。你今年21岁了？哦，21岁，那好巧啊，我22岁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白羊。白羊座的，我摩羯座的，好巧啊！你是不是知道白羊座跟摩羯座是很搭的，就很适合做朋友的？哎，怎么这就搭上了？是吗？就很适合做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接触过摩羯座。没有接触过摩羯座，那我可以成为你第一个摩羯座朋友吗？对。因为我刚来，我是广州人，我刚从广州来长沙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两个呢也是外地过来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都虽然说都是朋友，但是我还是比较想交一个这里的一个异性朋友，这种感觉。拉倒吧，就找个漂亮的呗。对，异性朋友，可以吗？就整这么多废话。他就是垂涎你的美貌。5万，我这，咱们，对啊，可以吗？我可以，那我可以，加你个微信吗？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啥意思啊？笑啥呀？这是啥意思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不是，就加个微信你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加你个微信可不可以？可以是吧？来，我赏你啊！啊啊！我赏给我来，你赏我，你赏不是赏不给你了，这就加上微信了。对啊，啊，这就加上了。对，我叫邱玉胜。然后你添加一下。对，然后我备注一下你叫什么？陈雨琦。啊，雨琦是吧？哪个琦啊？王字旁。王字旁的琦，琦琦，我可以叫你琦琦吗？琪琪是吧？王字旁一个其他的琪，那个琪琪是吧？啊、哦，来兄弟们，我们一起打个招呼吧，好吧？琪琪好，好吧？我儿子一个琪，还是给你吧。这伞给你吧。先下雨的话，我给你开你现在是要去哪里啊？回家吗？你家是，是就在附近吗？还是什么远吗？你还有别的微信？啊？还有三个微信，我操！啊？还有三个微信，我操！上班的工作号不行，你那个微信也要加一下我的微信。你小子还有三个微信，你知道吗？你该不会是个海王吧？你是不是个海王？是不是个渣女？海王吧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刚来长沙。哦，你刚来长沙，哪里人？郴州的。哇，好巧啊，怎么这么巧？我小学6年的同桌就是郴州的。郴州哪里？你是小学同学？
全国都给报了，全世界都有。对，全世界都有。我们班，我们一个班五六十个人，很正常的嘛。他小学同学还有非洲的呢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他笑的声音，我好喜欢的、啊，这种感觉。好好好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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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点，小心啊。琪琪，郴州兄弟们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郴州的老铁？兄弟们有没有？有的话扣波一啊。有郴州的老铁可以跟你们的老乡打个一了，兄弟们啊。我直播间有很多郴州的小哥哥，班长，是的，真的，你放心吧。姑娘好，嗯，班长，真的，你看这扣一的都是郴州的，是吗？是的，真的。你好好看啊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。哎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小哥哥呀？帅，好看的。那你觉得他好看吗？你觉得他好看吗？不好看。那你觉得他好看吗？他好看。你觉得他好看？我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你觉得他好看？我跟你说，审美不同，知道吧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不，完了，你完了，骗我们了。我不相信。那我就不用去了，好吧？你俩去吧。你送他回家吧，华子，我不去了。难道他喜欢有那种男的？爸爸，不想去了。瞬间没什么想法了，已经。瞬间一下子那个心啊就沉下来了。瞬间觉得这个妹子也长得也没特别好看了。我好看，嗯。但是你没问他谁帅呀？啊。小姐姐，我最后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假如说像我这种类型的男孩子追你的话，你觉得有希望吗？有吗？有。哎，我请你吃这个好不好？我想吃这个。糍粑呀，这个对对对，糍粑可以吗？就这个可以吗？来一份多少钱？十块钱是吧？给我来20，好吧？给我来三份吧，来三份吧，好吧？一份给你，一份给我，一份给他。这个真的就小时候的回忆。对，三份，对，三份。给你一份给他，嗯，给他。对。不对呀、啊？不对，我一份，他一份，他一份，就你。哦。你的在那里，这些绿的都是你的，吃吧。啊。没有我的哈、啊。没你的。对，那绿的都是你的，或者你看一下老板能，或者你看一下老板能不能把这个粉能分你一点点，好吧？我就吃点，你们剩吧，行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要吃不下了给你吃，好吧？行，可以，我就吃他的，他肯定。那不用，吃的少。来，我这是一份，对，这是一份，给你啊，你先吃，我帮你拿着伞吧，好吧？我帮你拿着伞，啊，来，啊，冷啊！快，五万，快！咋不早说呢？冷。哎呀，我操，冷了，妹子冷了，来，我给你穿上。我来，小姐姐冷了，我操。腿冷，脱裤子，快！哎呀，快！他的好脱，他老脱是吧？哎呀，冷啊！冷啊！哎呀，冷啊！你把这个也脱下来。冷啊！哎呀，快！冷啊！没事，你穿上。没事，你这样吧，小姐姐，来，你帮我拿着华子，你帮我拿着，你这样，你这样的话不就不冷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样吧，冷是不冷，但是有点丑。没事，你主要是保暖。像他妈傻似的，你这么一记，啥也看不见了吗？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好点啥了？好点了，你啥也看不见了。你看这，你这样可以吗？跟傻一样吗？你这是？不，你这样干什么？哎呀，草率了，这傻一样的你。你找人喝奶茶啊？你想喝奶茶？我、哦、请你喝，走，想喝奶茶，小姐姐想喝奶茶，走，快！说冷了想喝奶茶，你看没衣柜啊。微信，华子，走，我带你去喝奶茶，走。哎，微信谁家？哎，他俩，走。这个是谁的手机啊？他的手机，你先拿一下嘛，好吧？走。对，我们就在这里买奶茶，啊。对，走吧，他们买单啊，小姐姐。
买衣服呀？买哦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啊。哎，我带你，要不我给你买一个衣服吧？不，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全场三元一样，随便挑，随便选，全场三元一样，绝对是最好。